这个构造吧，其实很自由性，你想怎么摆就行。我给你开了样板间，你看他们这个样板间，这沙发就在这儿。然后呢，到时候嘛，这可以放电视。你要不喜欢的话，把沙发放这边也可以。看看你们喜欢。对，这房子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采光特别好。对，你看，你看这是承重墙，然后呢，除了这个地方吧，其他都可以打碎，然后重新来构造。到时候你也给点意见。这个是洗手间，到时候。给安排保姆是不是？对对。来，初晨啊，哎，你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哦。嗯。方方正正的房子。嗯。挺好。又大又亮。关键是白，这墙因为白呢，到时候你可以。